哦，大家好，回到 City Talk，我是严正生，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美国的期中选举，以及这个期中选举，特别是参议院的选举对美中未来关系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在国内很少看到讨论美国国内选举的议题，那大家只知道在台湾现在目前大概都知道，美国今年有个期中选举啊、呃，大部分的媒体也认为说，因为拜登执政不利，很可能会丢掉。 目前在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多数，那就会成为一个跛脚的总统。那未来，譬如说在十一月其中选举之后，很可能在 G20 也好，或者是在 APEC 的这个会议上面，会不会跟习近平有一个高峰会？那他的底气如何啊？大家关心的大概是这个啊。那可是很少人注意到，其实因为最近美国。 民主党的国会通过了一些法案，看起来现在民众对民主党的印象比对拜登要好，所以有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做一个切割。那甚至是民主党有可能可以保住参议院的多数。那这个时候，如果到十一月份，拜登还有一个参议院的多数，他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底气是会比较强的。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美国的其中选举啊。美国，我跟学生教课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一个字：美国就是一个联邦制啊 （federalism）。那这个联邦制呢，就表示是说有各种不同的制度同时可以存在在各州当中啊，因为是分权，让地方有一些决定的权利。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话，会发现这几个月美国有好多的。 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州长选举的初选时间都不一样，每一个选举的这个制度也都不一样啊。那然后再加上美国在这个呃今年其中选举的时候，除了 联邦的方面，譬如说众议院四百三十五个众议员全部改选之外，参议院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要改选，但在州长方面啊，其中选举并不是啊全部的州长都改选啊，只有三十七位要改选，所以有好好几位啊是在不同的年份，有些是在总统的啊选举年，他们同时举行州长选举，譬如说华盛顿州，像印第安纳州。 这个才来的这个州长啊，他今年这个 h o l c u m 来台湾，他就不需要面临这个州长的选举，因为他是总统年选的。那另外还有几个，像 New Jersey 跟这个 Virginia，他们会在总统选完之后的一年啊，就开始进行选举，在单数年选啊。然后还有几个三个州是呃是在这个啊另外的总统大选前一年选，所以美国这个。 联邦制度啊，就允许各州有不同的制度，但是在参，即使他们选举的制度不一样，但是他们在选参议员的候选人，大概都会有一个各党的初选。同样，我刚刚讲制度不一样，所以有些州啊，像加州，他们就会说采取呃全部一起初选啊，那谁先出现啊，超过百分之五十，他年底十一月就根本不必选了。 我讲的这个是混合的、哦，包括共和党、民主党一起选的，像有这种州，路易山那、啊、州也是属于这一种，但也有一些啊是属于各党各有初选啊，然后谁在初选当中赢得了多数啊，或者说甚至有些需要要百分之五十以上。 然后才能够代表他的党在年底跟啊另外一个党的候选人来竞争，所以有很多的变数。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参议院方面，啊，有川普支持的一些候选人啊，在初选当中，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偏激支持川普，所谓的让美国再度伟大，或者美国优先。 这些候选人，他们并不是主流的候选人，但是因为在党内他可以拿到多数票，所以有很多的就在初选当中成为赢成为赢家，然后就代表共和党来成为这个年底的这个参议员的候选人。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说大概是有明这个选举的地方啊，各州的情况，就是你看到蓝色的州，就是目前现在的。 啊，民主党的参议员要竞选连任，或者说他的席次空着空出来。那今年民主党只有一个席次，他的参议员是退休的，就是这个在文孟、erm、的这个地方，他有一个 Patrick Leahy，大概一九七四年做到现在，做了八任了，四十八年了、啊，所以他退休了。但这个州是一个兰州，所以他退休大概不影响民主党的选情啊。共和党呢？ 有五位退休，所以共和党的情况比较特别，所以造成了我们讲的英文叫做 open seat 开放的席次。当你现任者不竞选连任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受到挑战的一方。他觉得说没有现任者的优势，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啊。那共和党当然比较开放西次里头也有一些是比较稳定的州啊，那那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奥克拉玛州，这里只有。 没看不出来，他有两个席次，有一个退休了啊。那退休的那一位，他的席次就是根本是非常稳定的。同样啊，在这个密苏里州也是一样啊。这些退休了大概都会，他的这个候选人大概年任不会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啊，譬如说像在宾州啊，跟俄亥俄州这两个州，他们的候选人退选之后退休之后，现在两位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都是川普所支持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宾州现在已经看起来哦、啊，有可能民主党的候选人已经占了优势啊。所以呃，如果我们想现在的情况是民主党五十、共和党五十啊的情况，这个副总统呃，Harris 啊，就是我们讲的贺锦丽，他可以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刚通过这个对抗通膨的这个法案。 就是完全是按照党的立场投票，五十对五十，然后贺锦丽投下第五十一票决定的啊。所以民主党现在已经是五十对五十。如果他赢得了宾州，他就变成五十一了，根本连贺锦丽的票都不需要。但是民主党自己有两个候选人是上一次啊，就是等于是补选上来的。那现在要面临他们要选今年的，就是要连任啊，第一次的要连任，那就是一个是。 在亚利桑那州的凯利，一个是在这个呃乔治亚州啊的这个 Warnock 在乔治亚州大家看到这颜色比较不一样，为什么它是紫色的？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红色、蓝色，因为乔治亚州是这样的啊。他到十一月总统这就,就是一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如果选出来没有一个人过半。 啊，就是因为他们还会有一些小党的候选人，没有人过半，那就不算，还要到一月才要再选。那事实上啊，上一次的选举，他这边有两个席次，民主党选的时候都是差一点点共和党过半没过，结果到了一月再选的时候，变成民主党过半，啊，那个候选人过半，所以民主党两席拿下才刚好凑到五十。我们当时都认为民主党的机会非常渺茫。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能够赢得，所以现在看大家看乔治亚是紫色的啊。那我刚刚讲了，共和党里头呢，唯一啊在任者会有比较危险的，大概就是威斯康星州啊。威斯康星州的这个 Ron Johnson，因为他这个是唯一一位候选人，他的州在二零二零年是投给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就是。 拜登是赢了威斯康星州，但他是共和党，其他每一个总每一个议员的候选人都是我在那个州，我的总统候选人就赢得那个州，那表示说他大概机会都很大啊。所以你看，如果说今天啊，宾州。 已经可能是民主党的，万一民主党再拿下了这个威斯康星，那他就更多了。但是民主党也有可能输掉哪个呢？可能输掉亚利桑那，或者说乔治亚，哦，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这叫五五波。另外一个州就是内华达州，内华达州其实上次选举非常接近，这三个州都是很接近的州。那如果在美国过去历史里头来看，就是说其中选举总统的政党。 大概都会丢掉席次，特别是这么接近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其实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膨啊是非常严重，所以美国的经济并不是特别的好啊。那大部分的这个选民对经济的议题很关心，所以会是一个影响啊。那我特别看了一下，就说到底这一次选举啊，大家会认为说，哎。 呃，可能中国的议题会不会是按照 political 来讲啊？这个这个网络的这个政治人他的这样的一个呃评论说，诶，中国议题会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它是有共识的议题啊，并不是说大家好像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对于围堵中国或者说对于这个啊、呃、对抗中国有不同的意见，基本上。 其实还蛮有共识，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议题。那我看了一下最新的几个啊分析啊，如果是复选的话，复选的话，他们最多最重要的议题七乘七是经济啊，然后第二个是六乘二的是枪支管制，然后呢第三个是暴力犯罪啊六十，然后健保啊就是健就是医疗照顾这个是六十。 啊，然后在下面还有就是啊，有关这个教育的议题，包括啊最高法院的这个啊啊任命啊，这都叫五乘八。然后最近我们看到美国有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 abortion 堕胎的议题，因为呃、啊、最高法院已经将一九七三年到现在接近五十年。 啊，一个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堕胎合法化，现在已经推翻，让各州来决定。啊，我稍微提一下，这又是美国的联邦制啊，就是美国原来的，在一九七三年之前，很多州其实就是允许有堕胎，但是有很多州是禁止堕胎，所以在禁止堕胎的州，如果妇女想要寻找堕胎是不可能，所以她必须要跨越到别的州。 啊，合法的地方，他才能能够有这个机会，否则的话，他可能就要在原来的地方。 找密医啊来做，那就会有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所以一九七三年通过，那已经五十年，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会被推翻，就没想到现在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占多数的这个呃最高法院，最后是五比四将这个推翻了。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议题。包括我们看到在之前啊，在 Kansas 这个非常大家看到这个洪州啊，这个是一个洪州 Kansas，它这个地方的。 公民投票竟然是否决了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不让州在制定严厉的这个堕胎的法律啊。回到各州，那这就是一个联邦制度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啊、呃，现在有很多的州就在酝酿说，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这个州合法的啊情况。虽然联邦。 啊，说不行，但是也有对抗的力量。所以，abortion 我们刚刚开，我刚刚讲到，大概占到五成六左右。然后是能源问题啊，也是五十几啊。这个移民四十八啊，然后是外交啊，是四十五左右啊。然后下面还有就是包括这个气候变迁啊，啊这些等等，还有族族群关系啊这一些。然后最最后啊，我们台湾关心的可能是 coronavirus 啊，这个。 这一个议题大概只有二成八左右，表示美国人不重视。那我另外看了一个民调啊，单选的。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复选的，所以大家你看有七成、六成什么就很多，对不对？但是单选的第一的是经济二十四啊，然后下面来的就慢慢越来越少，比较少的，譬如说。 枪支管事是十二啊，因为这个和重大犯罪有关的。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健保啊或者医疗照顾百分之六。然后呃、啊、，abortion 我们刚才讲堕胎百分之五啊。然后建最高法院百分之四。另外教育也是百分之六啊，环保环境保护百分之八。另外对联邦政府的角色有百分之十八，这个比较多。 Igration, 移民移民百分之四，然后其他百分之十三，啊、呃，就包括外交。所以外交议题啊，通常在美国来讲，不是一个非常会分裂的一个议题，大部分都还是国内的议题。所以基本上，我个人对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就是，呃，最后选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但是在选举的过程，选民投票的时候。 并不会去看这个议题啊。那我就我想先跟大家先讲到这。那回到这个美国的选举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联邦的选举，那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参议院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议题，就是他们会他可以决定哦、啊，可以决定美国未来要不要开战、宣战啊，就是美国人的这个战争。 总统可以开始进行开战，但是正式 declaration of war 是要由参议院提出来。假使今天台海有冲突，美国要跟中国大陆宣战，那是要由参议院决定啊。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在这一个议题上面会很重要。第二个，如果有各种的 treaty、各种的条约啊，联邦政府去签的，总统他们去签的。 最后要通过参议院批准啊，这个 ratification of treaty 这也是参议院的责任，所以参议院在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当有很多议题非常有争议的时候，参议院可以透过它叫做单一否决的方式。什么叫单一否决？就是叫做呃，我们讲叫做冗长的辩论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这种方式，就是他不断的讲，不让你投票。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这种方式来呃阻挡法案的通过，那这也是一种方式哦、啊，所以参议院对美国影响很大。那啊、呃，这一次看起来，现在我们早期在台湾大家都以为民主党大概会输掉了，现可是现在看起来啊，包括我们讲这刚才讲的在宾州啊，这个呃，川普支持的这个候选人。 蛮有问题的。那在俄亥俄州本来是一个红州了，应该没有问题。上次投票是投给川普的，但这一次看起来现在就是有一点危险，因为他支持的这位候选人，可能在台湾最近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或听过这本书啊，叫做呃这个乡巴佬之哀歌啊，这个叫做《h i l l b e r r y 啊，《h i l l b e r r y 啊。L Elegy 就是表示是说他很悲哀的。他们住在俄亥俄州南边的，那这个作者他本身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回到俄亥俄州乡下，就把白人的困境啊，大概写得很很。所以他这个候选人虽然说呃很出名了，可是并没有从政的经验啊，那只是呃跟川普的这个政策很合，川普支持他，他是不是能够保住？ 俄亥俄州我们就不知道，另外乔治亚州啊，那这个是更更有意思。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因为原来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是一位黑人的牧师出身的 Warren，啊，那他上次在在这个啊补选当中赢了，那这一次呢，他要选自己的任期的时候面临的挑战也是一个非洲裔的啊，是一个球员出身。 啊，当年很出名的叫 Walker，啊 h e r s c h e l Walker。那这个 Walker 啊，就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有这个打这个美式足球，那主要的联盟就是美国，就是 NFL，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啊。那可是啊，八、呃、零年代末期、九零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搞了一个啊、呃，叫做八零代搞了一个叫 USFL，就是来挑战他这样子。那这个 Herschel Walker 就。 参加了，加入了这个川普那个时候在所支持的在 New Jersey 的一个球队，所以他跟川普认得。川普就觉得他是乔治亚大学最最出名的这个跑锋，那就是在乔治亚选应该很有人气。 可是这个候选人有这个家庭暴力的背景，然后从来也没担任过这个就是政治职职务，只是一个啊、呃、比较出名的有名，就是大家认着他是因为球是一个大球星嘛，所以认得他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能不能赢得初选啊？赢得这个乔治亚是大有疑问的啊！所以同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啊、呃，很多人会后悔的，就是说当其中选举的时候。 呃，执政党会丢掉席次，那反对党应该派最好的候选人出来。然后其中其中选举的时候，刚好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他们大有可为的时候。但是当你推出来的候选人，英文叫做 flawed 啊，就是有瑕疵的时候，那很可能让你错失了赢回参议院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就是说，呃，共和党原来可以更有效力的来制衡。 啊，这个呃，拜登，但是如果没有拜，在参议院通过，那很有可能就是让拜登不会算是一个跛压总统，因为当我们可以解读说，每一次的选举啊，如果我们看呃二零一一零年奥巴马这个二零零八年选上总统啊，气势正盛，结果二零一零年来一个查党的众议院，奥巴马丢掉了五十几席啊，很多，二零一八年同样啊。 就是川普的其中选举，那民主党赢回了多数，Pelosi 我们台湾现在最熟悉的这个佩洛西奶奶，她就是在二零一八年赢了，民主党赢了之后回来当众议院议长，所以这个东西众议院都会来回都是好几十席的。那现在看起来，共和党这一次本来席次就差了不是很多，不到十席，那现在看起来就很有机会可以赢得这个众议院。 但是如果共和党没办法在参议院拿得多数的时候，那这个情形之下，我相信啊，就是啊、呃，对拜登来讲，他啊、呃、可以宣称自己其实就是保住了他的参议院，那也保住了他不再是一个跛压的总统。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让我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如果呃民主党能够维持多数啊，我这边给大家看的一个是你看，就是现在是五十对五十啊。那如果民主党能够呃维持这个多数或者多一席，那就赢，就保住了参议院。那对拜登来讲就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啊，就是啊，在这个选举当中，我们常常讲啊，就是其中选举是对执政党的一个什么公民投票 （referendum）。 就是代表说，你前面执政两年究竟怎么样？那可能大家在台湾没有注意到，就是民主党通过了几个基础建设法案，再加上这我们讲的这个对抗通膨的法案，所以看起来啊，民主党在立法方面有一点点的成就啊。那我们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们国内啊有一些选民，我刚刚讲过，已经可以将民主党跟拜登做一个切割。这样的情况之下。 呃，民主党如果能够在呃国会保持医院的多数，就不算是跛脚。那我们来看，现在民主就是从啊、呃、裴洛西来到台湾之后，那美国的国会还是继续，虽然有争议，大陆有抗议，然后甚至有军演，但是美国的国会还是不断的有两党不同的人来啊、哦。虽然我们看到最近来的这个 Mc c k e y 啊。 Edward McKe，这位麻州的参议员，他在一九七九年台湾关系法的时候，他还是众议员，他投票支持过。他来带了大概四位的参议员，呃，众议员来，但是其中啊，说老实话，有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萨摩亚这个领领地的啊，那个不算是，就是能只能算代表，因为他不是正式的众议员之一，他是众。 共和党籍，所以说是跨党派，其实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他也很低调，知道上一次佩洛西来引发了一些争议。可是这个月底可能听说还会有人来。我们去看哦，这个时候你想说，如果还有众议员会来，蛮奇怪的哦、啊。就是因为马上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他应该忙着在国内经营选区去拉票，除非他是来自于深蓝或深红的选区。 哦，那他稳当选的，那就当然不会在乎这个。另外，参议员如果要来，大概就是因为他刚好今年不选参议员。哦，我们讲过，美国的参议员是三分之一在选，每两年选三分之一。3, 哦，所以三十四、三十三，大概就是这样的，三三三三三四哦，可是有的时候有补选会多一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他没有需要啊、哦、选举，他会来。 啊、呃，我们听说这个月底还有一些要来，那这些来对大陆来讲，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啊、呃，包括这次印第安纳州的州长来啊，那当然州长来，因为他是呃和这个印第安纳州有一个普渡大学，刚好也是我的母校啊,啊。那这个学校是很出名的，就是他的工学院特别的强啊，电机啊这一方面的啊、呃，所以他来台湾，他的很多校友。 在我们的高科技界，在我们的清华、成大、啊、交大、台大都有很多的学生啊、教授在这里。台湾大概有三百多个普渡的博士在教书啊，然后再加上政界跟我们的军方过去特别航太工程有很多，中山科学院也派很多人过去，所以长期有一个关系。他来访问，不算是一个就是联邦政府，因为他是地方的。 他是一个州长啊，但我们总统去接见他，呃，当然他很蛮算是还算是蛮重要的州，但是呃，总统接见州长，从对岸的角度来看，可能就算是省长接见州长啊，对对岸没什么好抗议，他们认为台湾省是一个省嘛，所以他们不会抗议。 哦，那也看不到这个上次马马基参议员来的时候啊、呃，有抗议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也虽然后续有一些演习的行为，但是也不针不是针对他来。换句话说，就是只有这个呃佩洛西来，他的抗议的这个声声量比较高一些啊、哦。那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议员再来？我觉得还是会有。 但是只要不是行政部门的人来，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如果看一下最近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啊，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啊。那中国威胁人存在的时候，过去啊有一个呃，我们说这个中国威胁论大概也存在了一二十年啊。那有一些曾经过去有过所谓的呃弃台论啊，觉得说呃不值得。 为台湾付出那么多，那现在至少这一个声音是没有了哦、啊。对，对于大家都要来保台，但是保台的所谓的保台是乌克兰式的保台，提供我们武器，提供我们情资，但是不会出兵，还是真的会出兵？美国保持一个战略模糊。那我们也看到美国不断的跟大陆在互动的当中提到说，大陆最近的行为有可能算是片面改变现状。 可是大陆也在他的三个白皮书里头说到，美国是以台制华啊，这个白皮书里头六次提到以台制华，四次讲说是美国在做啊，所以我们就去想一想，两两大陆跟美国之间就是互相指控。那我也相信美国也希望，就是这些议员来台湾，即使大陆有一些演习，那也希望台湾要有一些回应啊。 那我们我个人是对我们政府现在的回应不是很满意。为什么？因为当有这些演习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政府至少要有几个回应？除了就是我们加强我们这个戒备之外，我们没看到我们在后备军人的这个。 着急啊，没有做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有呃，这个演习啊，什么这个宣布这个警报、警报什么都没有啊。那至少你后备军人应该召集一下。然后，我们政府被美国要求，希望说能够恢复征兵制两年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点。说因为受到了对岸的威吓，或者说是我们讲说啊，这个这个大陆不断的这个文攻武喝逼。 迫使我们必须要在国防上面要有一个更强烈的回应，所以我们要恢复征兵制。我们也没有恢复征兵制啊，所以呃，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还希望大陆继续军军演，逼到我们要有一些比较强的回应啊。然后有了强的回应之后，美国万一需要介入，美国才有更多的机会啊。那我们也看到啊，美国虽然跟大陆会有一些。 冲突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还是希望对对话啊，所以雪曼这个国务刺青啊，也就是跟秦刚大陆驻美国的大使也有见面，虽然内容没有披露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包括这几个月来啊，除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啊 Jake Sullivan 啊，苏立文跟这个杨洁篪有见面。 外长啊，这个布林肯跟呃王毅有通话，然后看到他们国防部长啊奥斯汀也跟魏凤和在这个新加坡见过面，然后包括参谋总长啊，大陆参谋总长跟美国的参谋会议联席主席也有一些这个这个沟通，所以表示说他们还是维持在对话的阶段。那再加上其他的部门，美国可能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对话，所以一方面。 批判大陆对台湾的威胁，一方面也在反中国大陆，包括对大陆、对美国的在各种啊这个商务方、商呃贸易方面也好，科技方面一些的威胁。但是同时，他还是希望能够对话、啊。这个我想啊，就是大概是现在啊，美国虽然有恐中症，但是他也知道，他也必须要做一些回应啊。那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啊。 有多数的啊，这个将大陆的啊，很多的一些啊，科技方面的东西列为管制，就是不让出口到中国大陆啊。那过去美国公司有很，因为美国会指控大陆说你这些都是叫做强迫技术转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等于是啊不是一个他自愿的。其实说老实话。 今天美国的公司到中国大陆投资的时候，要求被技术转移。如果你不想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做，对不对？很容易嘛，你你那你就不要去投资就好。那既然你愿意投资，然后它的条件之一就是技术转移，那你为什么要去？你不会担心你的技术转移之后？ 他未来会成为你的挑战者吗？当然会嘛。但是我觉得过去美国人可能轻忽了，就是认为说他在第三世界其他的地方要求技术转移的时候，大概都没学好，所以他继续可以掌控他的科技。但是没想到大陆学的太快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也知道大陆可能会把他的这技术学走。 但他要赚他第一批进入那个市场的时候，他的那个利润利益，他要去享受，因为他不去别的别的公司也会去啊，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强迫技术转移，因为你可以不去啊，那但是他现在做了。 就是表示说，他现在是在担心这些公司啊，那这些公司就啊不让他们再有这些东西啊，高科技的东西啊，输往特别和航太有关的输入到大陆啊，就是把这个供应链要把它切断掉。所以这个是美国对大陆的一个制裁。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捍卫自己国家利益，但是违反自由经济的一个原则哦，就是。 当这个大陆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它有能力去取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放弃了这个啊，我们也看到之前华为也提过，说当华为受到美国制裁的时候，反而迫使它要必须更加做它的研发哦、啊，那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受过的挑战。我再一次提醒大家，美国过去在二次大战之后的第一个挑战是来自于苏联，但苏联的挑战只有在军事。 啊，可能有在太空科技方面，但大部分是军事上面的。所以就，军美苏联集团搞了一个华沙啊，这个集团，然后美国就啊、呃、就搞一个这个北约做对抗。然后之后呢，啊，七零年代欧欧洲欧盟慢慢形成了以后，可能在一些外交的议题上面、政治的议题上面，可以跟美国稍微有些对抗。 然后再加上就是八零年代日本开始啊，慢慢就是真的是威胁到美国。但是日本威胁到美国只有一样东西，叫做经济啊。结果美国就用广场协议把这个日元强迫它升值，就让日本也垮下了垮了。就是我们讲说成这个失落的三十年也好，二十年、三十年可能还会再失落啊。呃，可个人大家可能不记得，日本曾经是 GDP 超过美国的。 现在是落后了啊，那所以这个是美国处理它挑战者、对手的方式。那可他现在面临的中国大陆是一个不仅在高科技、在军事、在军事上面挑战它，在经济上面挑战它，在贸易上面，然后在外交上面，甚至在意识形态啊，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华盛顿共识，然后后来北京也搞一个北京共识，然后本来我们大家都认为民主啊，应该就是。 所谓的普世价值啊，那大陆也曾经有一度啊，在胡锦涛时代说民主是个好玩意儿，可是，在习习近平执政之后，现在不谈民主了啊，所以大陆有他自己的一个体制，那也等于在意识形态上面啊，包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啊，各种国际组织当中挑战美国，然后最后就是高科技啊，所以大陆对美国的挑战是过去美国所有的对手。 从苏联到欧盟到日本都没有没有这么样全面的，所以他必须他不太习惯，所以他必须要去啊做一些回应。那这个回应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啊，就是啊、呃、强烈的一个回应。那美国的国会议员当然知道这些，他要必须要保护他自己的，所以。 像包括州长也是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印第安纳州的州长来，或者美国的议员来，他们都是希望台湾可能第一个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呃供应链，包括半导体是能够到美国。我们大家知道台积电啊是在亚利桑那啊，然后郭台铭过去也在威斯康星有。那我我必须要提一下，这次州长 Hokum 来台湾。 那它跟这个阳明交大、成大什么这些都有一些关系。那希望我们台湾的半导体，可能一些其他的这个啊供应商都能够到印第安纳去投资啊。我觉得设厂，因为为什么？这就是美国过去曾经在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工业造成很大威胁的时候，他就让日本的 Toyota 也好或者 Honda 也好，要求你到美国去设厂。 哦，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时候，就亲眼看到 Toyota 到我们城市来设厂啊，还有 Honda 也是啊，就在中西部啊，就是对美国中西部汽车工业造成很大威胁的时候，他直接把日本的厂要求抓过来，你在这里投资，就业由我的工人来就业。我相信他这一次他们来也是同样的状况，就是要求把这一些的这个。 呃、啊，属于半导体也好，高科技这些企业弄回到美国去，然后让美国的工人啊有有这样的一个工作。问题在这，美国的工人，汽车工人换成投从 Toyota 从这个呃 GM 或者 Ford 换到 Toyota 还是汽车嘛，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当时已经引起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 当时的日本的公司有日本的企业文化，我们现在可能大概在台湾的日本公司也不会这么做了啊。当年在呃以前的日本公司去上班的时候，还要一起做早操的、啊，然后这个日本的厂长还要来训话的。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美国。 这个工人看到还要一起，好像搞这个企业精神是很不习惯的。那同样的，台积电也好，或者说呃韩国的三星也好，他们如果到美国去投资，他们有他们特别韩国还有他们的很强的一个企业文化，美国人是不是能够适应美？然后美国我刚刚讲过，汽车工人转汽车工人容易，但是你要半导体的东西，到最后造就的是什么？可能还是找到的人。 哦，第一个要靠台台湾或者韩国的工程师要过去。第二个找到的技术工人可能包括工程师还是美国的亚裔哦，而不是白白人的白人的没有那么多嘛。哦，那个在这方面的训练，所以这个倒是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有问题。然后顺便一提的就是那个印第安纳州州长来完台湾之后，他下一站是韩国，所以目标很清楚啊，就是是来啊。 找找半导体投资的，找高科技投资的。可是我们台湾的记者还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还在问抗中保台的问题啊！我觉得州长我们实在不应该问，永远要记得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跟地方政府来往，应该是由地方政府来出面哦、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省，那就应该用台北台北市长或者是新北市长这种这种等级，或者我们部长级也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今天蔡总统用他亲自来接见一个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那万一美国有五十个州啊、哦，还有很多小州啊、哦，人很少的，他们州长来台湾，我们总统是不是还是要接见？譬如说，这个拜登总统的家乡德拉瓦州，人口只有几十万人，那他的州长来台湾，我们总统要不要见？因为哦，这是拜登总统的家乡，所以必须要见。 那更小的州呢？譬如 Vermont，啊、哦，人更少，那是不是也要见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啊、呃、外交的困境。之后我们可能太在意这些美国的访客。 啊，反而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因为你在降低自己，你在配合美国的访客，你成为美国的访客的一个作秀的一个布景而已啊。这是我觉得我们要注意。那同样的，当美国这个参议员，我我必须要强调非常重要，他如果今天能够啊、呃，在民主党能够拿回多数之后，他到底会有什么对国内的？ 一些问题的影响，第一个很可能啊，美国国内就会有通过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制对抗中国的一些法案会有通过，而且就是当这个数目啊，这个多数会多一些的时候，那拜登总统会有压力。他现在的，譬如说，我们讲说美国有很多参众议员啊，最近提出来一个，我们讲说台湾政策法哦、啊，虽然台湾政策法之前已经提过了。 没有通过这个十年前，那现在又重提，有很多的可能对对岸有挑衅的感觉啊。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今天是参众议院多数通过，然后拜登必须要做一个回应，这个时候我相信就会有一些啊比较强的法案会通过支持台湾的，那当然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也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 因为议员是为了自己的选举，他不见得会管联邦政府或者说行政部门的一些难处啊，因为他就是做他自己的秀。所以参议员的选举，特别这一次，我们刚提了，可能跟拜登个人的声望没有关系哦，可能是整个民主党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民主党表现的好一些，他们拿下多数之后，那会有在一些政策上面会比较强烈一些。 那包括啊，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在这个啊、呃、参议院，如果啊、呃、有通过多数之后，那可能有一些议题会有些改变啊。就是民主党在上来之后，第一个他不太会在呃，他会继续推动所谓的呃环保政策，推推动一些这个气候变迁的议题。那表示什么？表示美国可能不会。 想要开发太多的页岩油，所以这个能源的议题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如果美国自己不愿意有更多投入在石油、石化能源的这个生产的时候，对未来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特别俄罗斯现在快要进入到冬天之后，它的原它的这个石化能源，包括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对欧洲。 啊，我们才看到欧洲经历过最热的一个夏天。通常有一个最热夏天，就有一个最冷的冬天，啊，最寒冷的冬天。他们对这个气石石化能源会有很大的需求。那这个时候，美国又不愿意生产，因为对民主党来讲，这个是它的基本价值嘛。他他要在乎这个环保的话，他还是希望有绿能源。这个时候，对，当然就会对美国到底能不能够啊？呃 阻止欧盟国家、欧洲国家能够来一起来制裁这个俄罗斯，这个会是一个大的议题啊。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同样的，就是当他民主党成为多数之后，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面，他可能可以跟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啊。因为呃，现在看起来中国是暂时说终止跟美国的在气候变迁的对话，但是如果我觉得民主党是。 成为多数的时候，可能中国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从比较软性的议题，但是大家可以对谈，谈下来之后，慢慢啊，我们讲说有一个就是溢出的效应 （spill over），就是当你在。 呃，软的议题，你可以达成一些共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触及一些较为敏感的，比如说贸易也好，我们关税的议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甚至于未来慢慢提升到台海的议题啊。所以，对话就是从比较软性的议题开始。那我认为，民主党如果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研究美国政治外交的时候，不要忘记美国国内的议题。那美国的国内议题，像这一次啊，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abortion 啊，堕胎的议题，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把堕胎都啊、呃、叫做优生保健法，根本没有不是一个我们我们因为没有这么强的基督教的背景。 所以对这个议题的这个感受度没有这么强啊。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选举当中就会有一些改变啊。那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会影响啊选举蛮大。还有一个在同样在台湾根本不会觉得大的议题，但对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选举很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的 prescription drugs 处方签的议题。美国的药我们都知道蛮贵的。 那有的时候已经过了所谓的专利时、专利期间，但因为这个药呢不是太多人用，所以啊，它即使就没有没有其他的那个药厂会去生产学名药。那这个时候，它这个药还是很贵。所以美国这一次通过这个降低通膨法，就是希望把一些。 这个药物的价格给控制下来，那对美国的人来讲，当然一般的老百姓来讲会感受到可以降低价格，呃，药物药品的价格，那当然是好事。所以这个是对民主党很有帮助的。同样，我刚刚讲了 abortion 跟这个 prescription drugs 啊，这个堕胎的议题跟这个。 啊，处方签的议题，这个是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那看到通货膨胀也慢慢在下降当中啊，就是整整体的这个指数啊，因为石油价格已经稳住了，所以慢慢在降下降当中。所以不要轻呼呃，这个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多数的可能。那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多数的话，就会有一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不同的后果。那这个事，我相信我们研究啊，这个美国的外交必须要先看美国的内政有哪些的议题啊。那同样的，美国也希望面对这个民主党是一个比较愿意面对歧视亚裔的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种族歧视的议题。那特别看到他如果希望三星、希望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包括这次印第安纳州州长来，也希望看到有一些合作。 问题是，我们今天台湾的也好，这个韩国的也好，他的工程师愿不愿意到美国？看到美国的治安是如此啊，然后看到美国的这个种族歧视这么严重，虽然他们可能愿意去，但他会顾及到他的家庭吧？他会不会顾及到他的小孩要去那边受到这样子？ 这种这种霸凌的这种可能，我觉得都是啊，因为美国人现在只要听到你讲英文有口音，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你自己的国家。所以美国参民主党选上，至少我觉得可以遏阻这一方面的感觉啊。因为当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好像很多的白人觉得他们英文叫 embolden 啊，变成勇敢了。他们过去可能歧视是属于地下。 啊，就是不是公开化的歧视。现在他们敢这样子做啊，因为觉得他们啊，川普支持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绪给表达出来，就就造成了更多的人敢在这种啊公开的场合叫亚裔滚回去。其实亚裔有好多都已经是好几好几代在美国的，然后碰到是第二代的。 欧洲的移民叫他们滚回去，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了啊。那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民主党如果参议院赢得多数，拜登政权稳固下来，至少在这一方面，你要这个台积电也好，你要这个三星也好，到美国去投资，台湾的工程师啊，韩国的工程师愿意去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是。 川普上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哇，原来美国的内政会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啊！因为川普的个性，他这种支持这种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就搞到最后，美国在外面的这个呃互动的情况就很差。 从多边主义转成单边主义啊，很多国家就是非常不满意。那至少拜登，我们说啊，他抗中还是一样，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他至少愿意坐下来跟对岸谈判。他在国际场合也尽量搞多边主义，虽然多边主义不一定成功，但在北约方面好像救回一个垂死的北约，因为乌克兰的关系。然后亚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的印太战略稍微有一点具体的规模啊，对抗中国，感觉上是有。 有一个围堵的一个团队成型，但是啊，并没有这么具体，但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多边的感，多边的这个好像互动的感觉，而不是美国单一的啊，就在在那在那里啊、呃、叫嚣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他们培养出来的一个政治氛围，就可以看到他在外交上面的表现。 会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拜登，如果他今天选上，就是参议院赢得多数之后，他会不会竞选连任？我觉得可能性其实不大啊。虽然啊，他呃气势如果好一点，大家会觉得说可以。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民调，大部分的美国人不希望他连任，包括民主党。 但是因为他是算起来算是民主党当年有这么多意识形态很强进步派的候选人，包括 Bernie Sanders，最后为什么会输给拜登？就是因为拜登还是一个老牌的政治人物，希望能够跨党派啊合作支持。虽然美国现在政党对立很严重，那极化政党极化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很明显。 但是拜登还是走他的中间路线，有一些的这个获得的支持。那他如果这一次在这个其中选举啊参议院能够保住的时候，当然对他会有帮助。可是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他确实年纪是大了啊。那即使他比川普大四岁而已，但是你看感觉上川普的那个声量啊，好像还是比他要强很多。他还是比较。 呃，讲话的时候这个体力感觉上不足，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再选啊。但是他也他不选的原因有很多，我觉得有呃不选不不宣布现在不宣布的原因，当然他不成不希望成为一个跛鸭嘛。那而且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已经决定只做一任的时候，那他对贺锦丽可能会对不起啊，因为有民主党很多人就会一直在讲说实力吧。 因为大家感觉上，他过去作为一个检察官出身啊，在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执询啊什么很有能力，可是好像对外交不够熟啊。那这一次听说他也要去参加啊，这个呃，安倍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国葬嘛啊，那这个葬礼，所以他可能啊还要再增加他一些培养外交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呃，拜登，我认为他一直没有。 办法在这个时候宣布说他不选的原因，可是他事实上啊、呃，看他的体力，看他的这个，我们讲说整个判断，讲话的时候常常也会慢一些。那应该是按，我觉得他的医生也应该会跟提醒他不要再选了啊。所以，而且从现在还有两年，退化的状况是会越来越快，所以应该是不会选。那他如果不选的时候，民主党会不会？ 因为换了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会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大概现在美国就是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其实这个共识不见得一定是所有人他的基本的认知啊。但是因为已经造成了这个氛围，就是反对反中的一个情绪已经在了。因为美国有一些经济的问题，那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代罪羔羊啊。八零年代的时候是日本。 啊，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日本那个车子啊，就是汽车把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业打垮，好多的失业很严重，然后就怪日本，可能他们的这个这个车子整个制造的过程当中，或者日本的补贴很严重啊，反正他一定要找到一个代罪羔羊。那现在美国啊，包括它的制造业基本上都不在这里，那为什么你不去怪这些制造业不留在美国？ 为什么会跑到墨西哥？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为什么会跑到越南？就是你白人的这些 CEO 为了赚大钱，为了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利益，然后放弃了美国的白人，因为可能他们有工会，他们可能的这个工资比较高。你为了扩大你的利益，跑去越南，跑去中国，跑去啊墨西哥，甚至到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 美国不去检讨这个，但是要把中国过去是把日本当做一个代罪的羔羊，所以看起来就是美国这个氛围是不会改变啊、哦。就是、川普是在言语上面会讲的话比较难听啊、哦，比如说川普讲过一句什么“中国在强暴我们”啊、哦、，“China is raping us”，讲的很难听。呃，其他的美国候选人可能不会讲那么难听的脏话，但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现在已经创造出一个对抗中国的一个氛围，所以他们就不会改变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拜登的或者他的接任的，大概如果说民主党继续执政的话，会有更多的对话。对话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对话至少可以减缓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或者说我们讲一个最重要，叫做误判啊。那你看这一次啊，虽然。 美国跟大陆关系不好，佩洛西来美国，拜登总统也很为难，但他还是在这个之前跟习近平通过电话啊，他也拦不住这个佩洛西奶奶要来台湾，但他还是通了一个电话。我相信这个通话会造成大家后续来看，就是说，哎，佩洛西来了之后，是不是有套好招？是不是有一些？ 啊，就是他进出台湾的时候，解放军没有特别在台湾的这个领空上面，或者说这个飞弹没有经过这里啊。演习是在他走了之后，那这些可能都有，但表示说啊，还是有一些的管道双方在进行。那如果今天是共和党这种比较强势的，特别是川普上来之后，那我相信这一方面的啊这个谈判。 就是软性议题，或者说即使是硬的议题，但是双方没有共识，但是还是愿意坐下来谈的这种状况会比较少。因为我们看到，像譬如说过去的国务卿庞佩奥就已经被大陆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了。啊，美国至少在这一方面，我相信还是会呃，苏利文也好，或者说呃布林肯也好，他们即使对大大陆讲了一些话，但是还在对话当中嘛。 哦，那这个是民主党的一个现在看起来的一个传统，那会不会让这个呃受到环境的改变？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啊，因为我说既有的国际我们体系的一个框架已经框住了，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底里头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在这个纤微，我们英文叫 nuances，啊，就有些纤微的地方是会有不同的。那对大陆来讲啊，马上这个。 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他应该会连任第三任，那他也会有一些底气，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后到印尼也好，到曼谷也好，去参加啊，我们讲 G 团体也好，或者是说参加这个 APEC 峰会，当然一定会跟拜登见面啊。我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这两个最大世界的经济体在这两个峰会当中。 居然没有一个 side meeting，没有一个旁边的一个聚会，那才非常的奇怪嘛！啊，即使他们没有东西好讲，也要坐下来表现一下，说双方还在就是 in talking terms，还在讲话，还在对对话当中啊。所以，我们不管他们有没有议题好谈，他们应该会在这个当中至少在一个，我觉得就在集团体会有一个对话的机会。那过去大家认为说。 习近平夹着二十大连任的优势，那会不会让拜登比较难看？我觉得，我如果看现在，拜登如果能够保住参议院，拜登的底气也很强啊。双方对话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拜登真的还输掉了参议院，搞不好他根根本连这个集团体都派啊，这个。 布林肯代表参加，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奥巴马就有，因为在选举的缘故，他派过这个希拉里参加 APEC 的，这个是不是没有的？所以也有这样可能。但我现在看起来，他是会去参加，然后参加之后，双方会坐下来对话。好，我们就从美国参议院。 啊，在其中选举啊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啊民主党可以保住多数的情况之下啊，对美中关系的一些冲击跟影响。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